哇，会倒哎、欸！你看，很大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妞们藏宝哈，大家没有看过我吧？现在是我帮郑冰燕拍 vlog， 所以我拿着相机，好不好？对，今天呢，我是要就是之前我说过，就是我会选三个朋友，然后送出就是礼物，因为有三个朋友送我实体的生日礼物嘛，所以我现在回赠给他们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就前往这三位，然后呢，一间我朋友开了一间店，他是主要是卖电子产品，还有一些家居用品这样子。因为我在开车，然后我的相机又太重了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我就找 Newman 来过来帮我掌机。Yeah， 而且还可以练一下力，因为他的相机真的很重，我现在一直这样拿着哦，真的是我手开始酸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前往三位的棍。三位不是三位雷棍 ，OK， 三位雷棍附近啊。三位附近帮你们选礼物，来呀。好，现在呢我就进来了这个 Mr. Gadget， 然后我现在就要选礼物，我们来看看家这间店到底有卖什么东西。Hello， 欢迎光临，你要找什么？其实我是要买三个礼物来送给我的粉丝朋友这样子，然后想问一下你们店有什么介绍呢？有没有讲 budget 啊？还是 budget 啊？该还是都可以 OK 啊，都可以啦。不要太大了，因为要方便邮寄。方便邮寄这种啊？这个其实这个或者是这个，是我比较推的。这个吧，可以 test 一下音响。可以呀、啊，你拿电话。对对对 ，OK。哇，很大声啊！它是墙。Maybe I don't understand it。来听一下，没有，这个是没有 speaker 时候的声音，它完全没有 bass。哎，这个是什么来的？这个？这是手写板。手写板啊，可以 recycle 啦，就是不需要拿纸跟笔，然后这些你有什么你可以直接写， okay. 好像 note 这样子来写。哦、OK， 可以画画。对，可以画画，对。然后我在这里签名，那以后就没有人要买了，买不出了这个板。然后不是要 delete？ 放心，它可以 delete 的。可以，我一按一键它就不见了。One, two, three, go。哎，这里啊是全部电话壳。如果你要防爆的话，你就拿这种副卡副的、啊。因为这个呢，就它下面没有套的、啊。你拿这种副就很恐怖。你这样子接的时候，它有这个顶。很硬啊，对。啊，对，它硬。这一边呢，就是比较经济的。啊，你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food stand 啊，一块钱。哦，一块钱罢了。对，然后、支撑力不错。哇，这个很可爱耶！这个是装什么的？是喝水的杯吗？这个是那种 travel 的，你可以放你的牙刷、牙膏啊。哦，牙刷、牙膏，这个可能我这个是不倒翁杯啊，我再试再实验一下，看它会不会倒。哇，不会倒哎、欸，你看，很大力，完全不会倒。啊。而且是它是保暖的，可以 练 boxing， 看它都不会倒。然后看有一个破解方法。就轻轻就可以拿上来了。那你打好了 ，OK， 你直接开起来，还有更渣的，然后可以直接喝喽。喝完了，然后你洗啊，你洗啊，然后你可以在 office 又拿几个水果打，一天可以用几十包。哦，它不可以拆出来啦。这个你拆出来的话就漏水了喽，除非你喝完了你拆出来清洗哟。下面一个 USB 的，你直接插下去啊，就充电了。哇，这个要拍。它就充电了。其实好累啊、哦，我刚拿相机拿到好久了，手已经很酸，我手好酸。很少哦，我在想你。原本是这么小，我放下去，哦，就变大了。我发现到这个 Mr. Bean 的 baby 有一个重点，原来他有宗教信仰，他是一个佛教徒，你看他有戴佛链。现在要丢散钱进去，他就会吃钱哦。
可爱哎。哎呦，不见了。五十秒。哎，要下。下下下。往下。哎，这个吗？这个是。下下去。哎，这个是。它会开。下。哦下哦。然后是推过来。啊。啊好聪明哦！哎呦，终于赢到韩国了。经过刚才美女销售员的这个介绍过后，然后呢，我就决定了三样礼物。然后第一个就是这个 Bluetooth speaker。然后呢，后面的话呢，也可以接传统的这个 AUX cable， 就是可以接你的电脑啊，或者是你的电话。第二个呢，我要送出的就是这个，它有四个孔的这个 USB， 我觉得很实用啊，可以充你的电话。然后呢，上面的话呢，又可以当你的这个睡觉灯来使用。第三个就是这个 traveling bag， 六合一的 traveling bag， 里面的话就总共有六个收纳袋这样子，然后你就可以放你的肮脏衣服啊，或者是洗刷用品啊。等等的，所以呢，希望收到礼物的你们会喜欢啦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